Hello， 大家好。咁话说咧，有时咧喺呢个 Instagram 入面咧，就会见到一啲嘅广告啦。咁其实啲广告咧都几麻烦嘅。咁但系某程度方面咧，都可以算系一个获得其他啲游戏资讯嘅一个方法啦，或者一啲消息啦。咁今次呢个 IG 上面我就见到个咁嘅嘢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唔知边一度出品嘅一只 game 啦。咁叫一个文宠道馆。啊！呢、這个几日前，甚至系可能一个礼拜前，但系已经见过呢个广告啦。咁我咧有一次咧就揿咗入去睇嘅，咁啊，但系非常之搞笑嘅。咁首先我哋睇下呢个封面先啦。咁佢就写全新宝可梦 MMORPG 啊 6v6 对战回合呢、這个战斗系统，80,000玩家再次集结争夺冠军精灵训练大师啦。咁啊，同呢个 Pokemon 都有啲相似嘅，有啲相似嘅。好。咁啊，我哋即刻撳入去睇啦，因為佢而家冇咁多資訊啦，我哋即刻撳入去睇啦。好，咁啊呢度就撳呢個 Google 啦，咁啊撳啦。好，我放翻個正常 size 俾大家睇先。好 ，OK 啦。咁入到嚟呢個 Google 嘅畫面啦，咁之後我係下面嗰度即刻嚇一跳，原來呢個最新6v6原來就係咁嘅樣啦，係啦，就係咁嘅樣。我唔知點解，我真係好無語呢度，系佢幅图系整错咗啊，定系点咧？系啦，佢仲要讲紧呢只 game 好似都好大激素，唔系好大 mag 嘅，好似系嘛？嗱呢度仲写紧啊，丰富的玩法内容，乐趣无穷啊，快来响应皮神的召唤吧！100%还原神兽嘅形象，呢、這个嘅炸裂技能特效，风趣幽默剧情啊，紧张刺激连击玩法咧，一睇幅图就知紧张啦，好。咁佢系77Mbps 嘅，啊77Mbps，刺激画一睇就好刺激啊，精美嘅画风都好精美啊，系啦。然之后100%还原神兽形象，我谂都算还原嘅，系啊，都算还原嘅，系啦。技能大效就暂时未知，剧情都未知啦。连击玩法咁啊，超策略嘅6v6呢度都体验咗啦，好。咁啊，试下单啦，睇下佢咩料子啦，系咪真系咁嘅样啦？如果真系咁，我真系已经即刻要玩啦，系啊，即刻要火金，准备支持一下呢个 game 啦。好，咁我哋转头 download 完再翻嚟。好啦，咁啊已经下载咗落嚟，咁啊即刻开启睇下系咩料子啊呢个。好嚟啦，咁究竟系咩样呢？好，咁啊是但搵佢啦呢啲，是但啦，系啦，纯粹想测试一下你嘅。哦，原来唔系封面嗰个嘅 ，OK。如果真系封面嗰个真系吓死我，咁另外就冇声嘅，系啦，冇声嘅应该就，因为我冇 set 到声啊，系啦，咁啊都唔，我谂喺部机度发声都得啦，系嘛，咁我喺 game 度发声啦，唔好喺嗰个喺唔好插呢个线啊，系啦，咁啊睇落个画面都正正常常啦，系啦，咁啊啲文字就系繁体嘅，系啦，啲繁体嘅文字啦，好。咁啊，差唔多 download 完啦。咁啊，80Mbps又 download 次，资源更新有啲咩更新啊？好，咁啊加载咁啊，现在开始啦，即刻系嘛？唔好现在开始啊！目前系使用游客啦。哇，吓鬼死大佬！睇下先，更新维护已经完毕呢啲乜级精灵啦，里基亚、古拉多啊，鲤鱼王跳一。咩弹一跳啊？跳一跳鲤鱼王公会玩法 S13喷火龙，我哋拣 S1 啦 ，S1 比较超小火龙 S1 系奇异种子咧咁，喂，诶、欸，奇异种子咧，奇异种子有啦，咁啊呢度即刻可以拣人啦，我得小夏同埋小智啫，咁冇得拣啦，一定系小夏噶啦。有咩名拣啊？巫师布莱安尼、活泼索尼亚、固执约翰尼、平和理查德、友好科林，呢啲咩名咧、啊？究竟是但啦，胆小小下 ，OK， 搞掂，创建是但揿都得啦呢度。咁啊，纯粹想试下佢嗰个系咩玩法嘅啫，我系啦。有时真系我唔系好清楚咧。其实我觉得整呢啲 game 咧，应该系真系赚到钱嘅，我觉得系，所以先至有咁多呢啲 Pokemon 类型嘅手机游戏出现，系啦。咁啊，呢啲唔详细讲啦，系啦。总之就觉得好奇怪，终于到达天空之处，好阴森的感觉。比卡比卡，
哎，裂空座守护者、哦，准备战斗。哦，哇，呢几只，诶，点样玩法噶？泰山压顶，哇、哦，好似好犀利咁啊！火焰喷射，佢点样跟速度噶？呢度系水箭龟加龙水炮，加龙水炮系咩？暴风雪哦，好。哇！我呢部机玩一集一集下，点解影分身？哇！影分身都系计攻击，搞掂啦！出现啦！裂空座呢个系 mega 裂空座。哇！啲声咁似魔眼啲声嘅吓。好嚟啦！咁而家点啊？诶，教我有乜可以做？咁呢个就系动画嗰一下啦，系啦。Pokemon 动画、XY 我最后打天王嗰阵都有啦，即打联盟嘅时候都有用噶。哇，要揿掣噶，啲应援团嚟喎。其实理论上裂空座够唔够啲嘢打呢？我觉得都应该未必打得赢，我觉得未必打得赢。如果讲紧正常嘅话，即系正统 Pokemon 我嚟回合制系啦。哇，佢嘅铺排好似唔错咁嘅，系啦，佢嘅铺排好似唔错嘅，其实啊，轻咗。我唔系拣，小霞咩？点解系小智嘅？我新 moon 嘅 BGM。好，谢谢你互拍。小火龙。呢度另一个世界喷火龙变咗小火龙，其他精灵呢力量失控咗。小智别带贪心，能力可以将佢召唤。哦，抽嘢系就抽嘢啦，各位召唤。我可以抽几多少？先试试钻石召唤，抽十只啊！哇，够埋一次，唔好啦啩，太孤寒啦啩。俾啲咩我啊你？哇，好劲啊！呢只虫宝宝丁。犀利咯，应该已经打晒全部啲训练师咯，可以一只。呢个海岛小镇非常和睦嘅城市，问好，钱包被抢啊，喵喵，真系非常和睦嘅城市，先追上去再说。点啊？啊，我谂我大约玩十分钟左右啦，系啦，成条片十分钟长。OK， 咁啊，玩法应该系点样呢？系咪七骑士咁啊？个玩法点击一个敌人可以攻击多个精灵一起攻击嘅时候，可以效果连击 100% 点啊？打佢连击圈哦！呢、這个玩法系新，系我系比较新啊，定系我冇乜接触啲手机 game？ 火箭队的猫猫还是救阿他吧？B 级格拉格拉，打佢，窒下窒下，可能要校低嗰个画质哦。隔挡率上升，哇，好唔真实喎！格拉打小火龙可以打唔死，有冇可能啊？搞掂，致命一击，战斗上升啊！战斗胜利。春花，我进咗火恐龙啦，咁就，哦 ，OK， 可以自己行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呢有啲咩特别啦。活动，每日守柱，哇，送呢只咋？呢个咩噶？充值五日送大奖，都系送呢个波波球嘅，半丁卡片关东手册有咩用啊？我将精灵手册进化为关东手册，唔知有咩用呢啲？储值消费好看，通常都有一大堆呢啲货金活动噶啦。哇，送波波俾我正，签到点样签到啊？我就咁揿第一个啊，送卡比兽呢、這个好有冇图鉴睇啊？召唤阵容。系咪一召唤啊？钻石召唤有冇十抽啊？一抽啊，一抽咯。有冇神兽出嚟俾我睇先？哇，碎片啊，正！
金币召唤，召唤呢个咁嘅傻鸭，直接十波十次啦，睇下有冇重出嚟。应该全部都系碎片嚟噶 ，feel 到。飞天螳螂超级惊艳糖果，冇用啦，全部都。训练家有啊，图鉴。喂，呢个图鉴佢唔系跟翻原本嗰个喎，哇，佢啲重都唔系多喎。不过基本嗰啲有咯，啊，基本嗰啲有。烈焰马、迷信者、暗黑超梦梦、凤凰。好啦，咁唔知点解已经开唔翻只 game 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呢只 game 我自己觉得都系短线噶啦，系啊，都系短线。同埋我就未必会玩咧，因为太多 game 要玩啦。都系嗰句，太多 game， 我手机玩 MMO 已经唔够时间玩其他。咁又淋水又练重又 OU 又咁多，跟住仲有其他 game 未玩咧，有啲新 game 未玩。咁啊，其实呢只 game 咧，如果佢用自己嘅原创嗰啲会更好嘅。然之后就系、是，系咯，我谂应该都系短期嘅，唔会话好耐嘅呢啲 game 系啦，真系。不过就唔清楚啦，系啦。不过如果你中意嘅话，都可以试下嘅。我觉得无妨，因为佢其实都唔算话。唔好玩系啦，唔算话唔好玩，但系就可能有少少用我精灵嘅样咯，系啦，用我精灵嘅样。我觉得如果可以改一改咧，咁啊应该都可以玩得落嘅。咁但系改一改啊，应该冇乜人玩嘅。我相信系啦。咁然之后都好，不过都估唔到，居然可以开到十几个箱咁犀利啦。因为我最话得。即系以为可能得五顶尽都系得五六个箱，点知但系都有得十五、十三以上啊！头先我唔记得几多啦，咁但系都开得几多嘅。咁但系有啲吃惊嘅就系佢 I G 嗰度嗰幅图咧，点解要整个咁嘅图啊？因为为咗避开啲咩啊，定系咩咧？就真系不得而知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次嚟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睇下有啲咩特别嘅游戏玩下，系咁先，拜拜。